了抢学生消费群呢，在宅男中很夯的女仆餐厅，现在也举办了一些活动，让宅男们愿意一再的上门。而这些女仆们除了贴心服务之外，尊称客人为主人，还会跳舞来逗客人开心。宅男们都说花钱觉得很值得。女仆们载歌载舞，可爱的模样让宅男们打从心里都要融化了。主人，我是 Zabaki。 我是 Hikari。 我是 Yuna。欢迎主人回来哦。这是在宅男界很夯的女仆餐厅，为了抢暑假商机，业者更是推出不少活动，要虏获学生宅男的心。抱歉打扰了，这边为您送上的是主人点用的轻飘飘魔法。女仆尊称客人为主人，动作温柔，轻声细语，把客人奉为上宾，难怪宅男们愿意一再上门。这个环境不错，而且女仆穿女仆装的来为我们服务，感觉都很好。就气氛来讲，是让你比较放松的，就你来这边觉得心情比较放松。对，平常外面感受压力会比较小这样。而同样以女仆为卖点的日本餐厅，招揽客人的花样更不少。みんなクララに、クラクラ、姫のクララ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パチパチパチ。来てくださいね。3月3日、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。新店要开张或是宣传活动，还拍摄广告片放上网路。毕竟女仆的可爱模样近在眼前，宅男们看了很难抗拒，不上门体验一下。中天新闻邱小佩、陈兴顺特别报道。